像什么这道菜？桑拿牛肉排。桑拿牛肉汤。桑拿牛肉汤。那哥哥你现在在哪里？啊，利喜。利喜，你在利喜吃什么？吃桑拿牛肉汤啊。这是中餐吗？小心小老哈。来哟，该我了。该我了，白皮在这边，哎，我偷拍白皮，又忘了拍我的桑拿牛肉汤。哦，天气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没有太阳哦，然后这个厅很美哦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热乎乎的用石锅去浇淋桑拿牛肉汤。哎，老师过来。快试吃一口，好像那个台南生牛肉，对，台南生牛肉没有用，对，没有那么热啦，也没有那么热锅。那不但这个石锅哈、哦，它会有那个微量元素出来的话，会更好。我的镜头已经雾了，因为我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持续滚动哦？持续滚动的感觉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像什么汤泡鱼身呐、啊？哦，汤泡鱼身。二五八的故事。他们两个人在讲秘密。会用海螺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用餐环境，这么漂亮。他们在讨论晚上的2580就是鱼身，可是我今天吃的是午间这套多少？1880。哎，哥哥，我拿菜单，差点把镜头跌倒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菜单在这里哦。我是王瑞瑶，在北投利喜玩耍。